宁泽涛好帅呀，这种地球人都认可的事儿，现在说这话还有意思吗？当然有意思。如果说这话的人是韩国体操萝莉孙妍在，说话的场合又是韩国公开的综艺节目，那意思就太明显了。近日，孙妍在做客韩国著名综艺节目时，公开向中国游泳帅哥宁泽涛告白，不仅猛夸中国小鲜肉长得帅，还坦白十分渴望恋爱。如此这般的公开示爱宁泽涛，火速引起韩国网友的热议，而宁泽涛的名字也在韩国网络的搜索量与日俱增。哎呀，我说这孙妍在小朋友还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，虽然宁泽涛长得帅，也不至于在韩国这么公开示爱，你让本土的这些欧巴们情何以堪啊。